还是对我来讲就是习惯性的工作。我特别喜欢听你，太爷，来，我什么都在意，然后身后的每一个事情做的如果不尽然不到位，他能马上会去指出来。就是那盒出来一点点。好，当工作需要他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义无反顾。他膝盖需要做手术，担心会耽误拍摄，那他又把手术往后排，然后打了封闭来到现场。令到戏好也无所谓的。哇，打个好评，打个好评。但是慢慢慢慢，其实你融入到一件事情。OK， 再来一个。涉猎过拍戏这么多年，我也跟马有很多次合作。这次的特别就是马跟我一起演戏。这个就是你当年你爸用命拼回来的。现场拍的时候真的是状况不断。老魏，真是拍了！哎呦，你干什么？我们所有人就为这个马去服务。祖宗，爷爷，讨好他，贿赂他。哎呀。那我开始乖乖的。好，看嘞。很难的，联手去打人，人还没打到，我先自己受伤了，给他踩了三脚。你们看那个马蹄印，踢了无数脚，他咬我一口。长头大的，你咬我，你踩我，我就疼你。是身体方面的，也包括了精神方面的。大哥他要在马的面前表演一很大的动作，他为了让马放下心来，他就会去跟马去沟通，去交流，乖乖。而且你会觉得马是真的听得懂。在整个拍摄过程中，我们天天跟制作在一起，把他当成家人一样来对待。摸一下。拍电影嘛，我们最终也一定会要跟他告别。